咱的兵，演我星空妙地形。你是台湾的兵，演我星空妙地形。阴阳日月最长生，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唯心圣教丁友莲，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祈安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总理、朱建龄。中华民族秦朝东渡日本徐福真人，以来124位。日本天皇朱建龄，涿鹿之战，是由后裔北移韩国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龄，及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汪蜀军民怨灵众等。当下唯心圣教，唯心弟子及各界，堂上所受连位列祖列宗诸祖灵，各位家中第几祖无缘住宿英灵，及各位的怨亲债主，以及少数医护灵，即古印度尼泊尔释迦族背面汪氏所有诸怨灵，双法界三界万灵，愿人忍动诸灵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呢，我们共修还是来恭赞王禅老祖教主的天威。那成就为教主，也必定有他的功德天。功德天不是只有世间人的功德天，而是天上界、空界、法界、双法界他的功德天，明阳两界的功德天，才能够被尊为教主。世界上五大宗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以及印度教等等各种的教，在台湾就有102个的小小宗教。所以这个都是应运而生，应天而化，应世界人类地区性的需要，才有圣人在天上界发大愿，投胎转世为人，然后在世间上
无量劫来履行天上界的天命和本愿，而在世间上修行，带着天上界的圣法、心法，来到世间上安顿已经来世间投胎转世的十方大众，和各地的有缘三界所有一切众生，然后将世间的三界众生的生活习性、酸甜苦辣涩等等一起，在每天的因缘传回天上界如来的家、祖灵的家所以这都称为天人师、与人天师。人天师的功德还不够，必须要有天人师将天上界的心法告诉世间上人间界的人呢，了解到每个人还没来世间上以前，在天上界要去干什么，也告诉各位，在告诉众生，一个人在世间上你行善的善果是什么，作恶的恶果是什么这个都了了分明啊，这才是宗教的最高品质。但是王禅老祖道家慈航开示了我们所有的人民众生人在过去生无量劫来都有他的因缘，在世间上体会很多的因缘果，然后几十年的时间肉体坏了灵性带回去，回到灵魂界的家，你不是带了世间的财富，而是带了世间的业带了世间的一切喜怒哀乐、贫富贵贱王侯将相、贩夫走卒、生老病死这个所体验的带回到天上界去。然后我们在天上界就有个规范规律，等于一个考试题，我们来到世间上，我们所做的一言一行若是我们在世间上做了很多违背良心的事情的时候，那我们离开了世间，我们这个肉体，我们回到灵魂界，我们务必自己依照来世间上所有一切行为、所有一切思想，然后你就回到十八种的地狱和三十六天罡的世界。十八
第一门第一界啊，36天罡天上界哦，这个都是有凭有据的，让我们去得到该得的苦果或者法喜啊。所以这我们来到世间上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啊，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即使在世间我们是带着很多的业力来世间投胎转世，那你带的业力有多少，我们一般人你看不到啊，你也不知道怎么样来看出你真正有多少业力。所以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啊，就在21世纪的当下，在道家慈航台湾祖师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诸佛菩萨啊，才恭请王禅老祖道家慈航啊，再来传授众生的业力善果恶果，善因恶因啊，这个准则呢，就是用易经八卦啊，用易经八卦来告诉我们，那就我们所说的命卦啊。这个是王禅老祖他的慈悲，世间的很多是三一命普相的大师太多了啊，算命紫平华啊，有齐文华，还有紫微华，各种的华很多，但是以易经的八卦天机啊，所以有传了命卦禅解，告诉我们当下你就了解到你这一生来带了多少业苦业来，带了多少善业来啊。当我们你依照怎么走，你才能得到一个心安。所以王禅老祖道家慈航在民国72年1月15日开始啊，要我用易经八卦来传授给弟子们，还有用易经八卦风水来为十方大众来排忧解难、指点明灯，尤其呢用八卦的命卦，八卦是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啊，所以这个八卦的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这先天卦，这是空性，
而这个伏羲氏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一化开天，完全是空性；再化辟地，有阴阳，一阴一阳，人力其中，万法生成，所以产生了八卦的命卦天机。所以从易经的命卦就可以让我们知道，了解到我们这一生来所带的业有多少。命卦中的你有财，有财的你很自然可以了解前生有与人结了很多的商业的善财。命中没有财，要我们这一生修更多的与人结善缘的，以后最后就会有财，来生就有财。有福，命卦中有福，你就是前生多积善德，这一生呢自然祖孙爻就很旺，让我们了解到说，哇，我前生有积了很多的善福善德，所以这一生祖孙爻非常的旺旺相。没有积善缘，就是修求空破木绝化退神。百万的兵，阎罗星宫庙的仙，这个都是在提醒我们做人，你要知因你知果，你务必从自己检讨。从命卦你就可以了解，所以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若要大富与大贵，唯从积善与众德。这就是王禅老祖要传命卦的原因，一般我们人往往不知道自己的命，不知道自己的前因，而一直奢求，一直强求，若是从命卦来看，没有很大福报的，那么我们这一生一定要多修行，多反省，多忏悔，多拜佛，多行善积德，那你接下来的余福就会有。否则的话，潦潦倒倒一生，罪业满身，来生你会再得到好命运呢，那就很困难，所以有的师翁善信大德，他对师父传这个话，他也很有疑问，说师父啊，你为人孩子取好时间剖腹生产，那样的不是违背天理吗？我告诉你，他一定有积善因善德，所以今生才会遇到王禅老祖或是门下弟子，若是没有积善德，即使呢要看日子，结果时间还没到，他就出生了。出生出来，这个命
他的命卦中呢，财富非常的微弱，就可以看出他的福报还不具足啊。所以即使要剖腹生产，看时间要生产，也是要自己去努力啊，自己多积善德，否则的话啊，即使神仙有意帮忙，也是帮不了忙。俗话说，神仙难救无命子啊，神仙难救无命子，道理在这里。所以我们的信徒，哎呀，师父啊，你这样讲我就懂了啊，不然呢，我一直很疑惑，想了好多年，你也想了好多年，啊，你现在才了解还不迟，啊，所以有的人用消极、用悲观来看人生，啊，或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解读。啊，大罗金仙王禅老祖倒驾慈航的本来意，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一定要先修行，种善因，得善果。那么我们当下，我们就会有很多很多的烦恼事啊，一旦烦恼来了。啊，人呢，百事不顺，往往就常常会做出一些糊里糊涂啊冤枉事啊，那到最后来还是神仙难救无命子。哦，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会影响一个人啊他行功立德，还是要建立在平安的基础上啊，才有道德可言。那平安啊，就是从教育，啊，平时我们啊最新的教育方式，从王禅老祖开始，要成立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大学在易经。易经就是大学，所以要大家来学易经，你就可以了解到命卦和家运。所以你住家风水学错了啊，或是事业啊，公司工厂风水错了，你就百事不顺。百事不顺呢啊，你一定会牵累他人，一牵连他人呢，罪过就来，啊，这个是最现实的。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呐。啊，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所以王禅老祖即是八卦祖师啊，那么我们要来恭赞王禅老祖啊，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稽首顶礼。所以我勉励十方大众啊，大家来学易经，共创啊，阖家平安，家庭圆满一条心，国家社会定太平。这是八卦祖师王禅老祖啊，他的慈悲与大爱呀，祝福各位。学习台湾黎明，圆满行功妙地Thank you.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双善之士，王禅老祖天威不可思议，也不可形容，即是不可说，只有自己去体验去体会，你才能够见到王禅老祖的真面目，就是在我们的心中。所以王禅老祖的圣像在我们心中，法相在心中，道也在心中，而无论众生黄河将相贩夫走卒，心中都是王禅老祖的圣身法身和化身。所以王禅老祖他是八卦祖师，前对离震圣坎梗坤，前为天，对为泽，离为火，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艮为山，坤为大地。所以在我们眼前所看到的天，也是王禅老祖的法身。对为泽，海沼泽大海，也是王禅老祖他的圣身和法身。离为火，就是光，太阳也是王禅老祖的圣身和法身。震为雷，震就是声音为雷，也是王禅老祖的圣身和法身。巽为风，也是王禅老祖的圣身和法身。坎为水，山河大地，艮为山，也是王禅老祖的圣身和法身。山水之间，也是王禅老祖的圣身法身。坤为地，山河大地，也是王禅老祖的圣身与法身。所以各位同修，我们要会悟悟悟。当我们看到我们仙罗寺对面的九九峰，就告诉我们那一次艮为山是我们的华严本性。当你在生气的时候，你看到一座山，你就要自我唤醒，现在老师在身边叫我们要安静无亏，艮为山就安静无亏，才不会吃亏。当你要与人冲突的时候，你看到一湖水，看到大海，你就要悟当下的大海是我的老师，对卦对为泽老师，要我心量广大，像大海容纳百川，百川里面有各种的秽物，各种的动物，我们要心量容纳百川，我们的心性本来就是和百川一样的大，
那我们为什么容不下他人的一个小沙粒呢？我们一般人就没有修行，就这么可怜。你看不惯别人，听不惯人家对你一句不恭维，你就要跟他拼，这是很可怜的人。那再来，离为火，是光明天，告诉我们啊，我们是从光明天下来的。当你看到眼前一片光明的时候，你就要悟到说，我们的灵性是从光明天下来。那我们要学习太阳的光，它一直普照着大地，万生万物都需要阳光，人也需要阳光。那人为什么没有雅量？你就三两句话就要置人于死地。说太阳它是不分黄河将相，换乎走卒一看给予光明，给予温暖，而我们一个小小的众生都受到太阳这个光给我们指引，给我们希望。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到属于太阳那个心量和雅量和心胸的宽广，思想的宽广呢？所以我们要忏悔啊，这即是王禅老祖的天威啊！正卦声音，当你听到打雷的时候，就是在提醒我们，也是王禅老祖、诸天圣神、守护神、护法神一直在教育我们，提醒我们。当你听到声音，大声、小声，甚至你们现在听到我在传法的时候，这个喇叭声，即使不好听，你要作为反省。所以声音是唤醒我们的觉性啊！雷声一来，雷声一响，满山山河大地的妖魔鬼怪都会跑掉。这个即是在唤醒我们。在很久以前，邱志堂我们的祖师跟我说，张先生啊，在他眼睛里亲眼看到了有一位农夫的子弟，他的爸爸财产就分给他，把名字过户给他那么鱼池也过户给他过了一段时间，他爸爸要钓这个鱼来煮来吃配饭，结果他儿子就来阻挡，说那个是他的名字，他的权利爸爸你不能钓你钓了要算钱。所以他爸爸很生气，他说你这个很不孝，你会被你打死。当然他爸爸很生气嘛，儿子不孝嘛。果然过了没有几个月了，他爸爸还是照常去钓鱼，
他就站在旁边一直骂他爸爸。所以他儿子在田旁边拿锄头要除草，锄头拿起来，脸马上打下来，马上打死，全身黑黑的。这个案例就是上天有眼。所以邱老先生告诉我们学习易经的人，你要帮他们点风水，你要先检查他有没有福报，有没有德，有没有孝顺啊，兄弟有没有情，有没有义。兄弟没有情没有义的话啊，你要帮他点风水，你要三思后行。所以这个案例之后，我也对我们维新弟子法师们讲师们，你们要帮人啊，他们要你帮忙点地理点风水，葬祖先的灵骨，你也要先来了解这个人的日常行为，孝道为先。若是孝道不够的话，你要为他来点风水我们还是要重新思考所以正为礼，这个也是在教育我们。俗话说好事不做，注意给你公公，注意会被打死这是实例。这个案例被你打死的还很多。学习台湾黎明，愿我行功妙地学。那再来呢，巽为风，当我们听到风声鹤唳，那就是在提醒我们有灾难将至。有如921那一年8月1日，王禅老祖开示台湾将有劫难到要我们深潭在弥陀讲堂要连续一个月的法会王禅老祖开示要用白油灯、白莲味、白花我说为什么？你做就对了，要为大家来祈福，不然台湾一个大劫难所以在921那一天的晚上，前一天晚上，我在11:30，我就写文书，要祈安的文书。一直写一直写写到晚上1:00多，听到我住家外面风声鹤唳，咻咻咻，这个房子的门都有人在敲。我告诉他们，我说我快写好了你们不要敲不要把我家的孩子吓到了所以我到1:30，我把文书祈安消灾化解的文
写好了，啊，准备，我们第二天就要法会开始。啊，这个法会的文书有阶段性的写文书，所以到1:45开始地震，大地震了，哦，震得很大，这个是轰声赫烈，告诉我们灾难即将到，所以我们要学道的人，你听到风声，迅雷风的风声的时候，啊，你就要提高警觉。那么你听到风声赫烈，那你怎么办？知道吉凶祸福，你要用易呀，要卜卦用易啊，易卦官鬼摇动，必定有灾难；白虎摇动，啊，必定有血光之灾；啊，兄弟摇动，必定有耗财。所以我们六亲啊的卦，都是清清楚楚的，在告诉我们，你当下，你身边眼前所发生的事。你怎么样可以了解呢？就是大家学易经，哦，修行道上可见性嘛。所以我们学易经的同学们，我教你们，大家要知道用易，用易可以利人天嘛。这是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所开示的。所以王禅老祖是八卦祖师啊，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真正的主宰者，易道真主。所以我们一般了解的不多，了解说哎呀，算命算命，是什么命？无命可算，因缘果报啊，运无运可算，行功立德；相无相可相，相由心生，心生慈悲。那么你的人生啊，即是活菩萨的再现。所以今天啊，我们啊，恭赞王禅老祖的天威。啊，是非常殊胜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坎为水，啊，你看到水流声，宣佛寺后面的一个见性河，小小的水流声。啊，这个水流声，当时我们在全民念佛的时候，我把它录起来，配上念佛音乐，啊，在台视，我们早上6:00到6:30，《易经风水面面观》的时候，啊，播出了。刚好我们圆寮法师，啊，师父圆寮法师的婆婆老菩萨，好高兴哦，说仙佛寺怎么有这个水这么漂亮？啊，声音那么好听，好像菩萨在讲话，好像佛在传道。哦，有一天，他就上来仙佛寺，啊，老师啊，你带我去看那条河好不好？我怎么以前都没有看到仙佛寺有这条河？哎，就是我们天坛下来，啊，那一个见性河。啊，你在静静的听水流声，你就会了解他在讲话，就活菩萨在喃喃自语的训勉我们。啊，所以水也是我们的老师啊。啊，山河大地
山川的大河，它的澎湃大海的水，它在澎湃的到底它在跟我们说什么话你当下性所想的，那就是王禅老祖的心灵话语在告诉我们。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们，我们修行这个即是禅的最高境界耿为山耿为山，耿卦，你看到山，那就是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灵性处处都有我们的灵性的老师在教我们。我们要学习安如泰山，稳如泰山山一安静了，你就会如如不动。所以当你要发脾气，你要对某某人产生报复的时候，或是你对家人，现在很多人夫妻的生活这个是常常为小事来起争论造成暴力的事件，现在越来家庭越多，这个表示我们宗教的宣道传道还不够若是夫妻朋友你产生怀恨在心的事情，你看到山马上要自我停止马上要对我自己勉励说耿为山安静无亏，安静无亏，要稳如泰山那你的灾难就会化于无形。这即是王禅老祖的圣身法身和化身在教育我们。好，那么接下来坤为地，地山河大地就是我们的老师当你在山河大地，你看哦，哎呀，山河大地好宽广哦，你要搞清楚你看到山河大地，你就要自己学习说我的心胸心量要大，心量要宽广，容纳一切众生山河大地上有水有山有木有石等等，所以这个坤卦这山河大地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老师。所以这八个前对离震圣坎艮坤，所以你也看到王禅老子的圣相，左掌天地，右施活力大慈大悲，天地无我寻声救苦消灾化解，故我稽首顶礼所以我们看到王禅老子的圣身法身，你看到这些的乾兑离震巽坎艮坤的卦的时候，你要马上攻占我们现在念一遍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尊子，故我稽首顶礼，祝福各位。